OK， 好，我唔啱到位。嗱，想講一講咧，就係活化工廈政策嘅。喺尋日嘅發展事務委員會裏邊咧，就上咗一份新嘅文件，就係發展局咧就交嚟講緊呢一個嘅最新活化工廈嘅一啲嘅新嘅政策。嗱，對於呢一個嘅議題咧，其實我一直係非常之關注嘅。特別是即係因為之前因為Hit Agenda 呢個事件啊，就導致到我係非常之關注工廈嘅使用同埋佢嘅所有嘅活化。而家佢抌出嚟呢個方案咧，我自己睇過咧係有幾個問題未解決嘅。嗱，第一咧就係話，佢話如果成等去改嘅時候咧，其實就要攞一成嘅面積出嚟，嚟到俾政府作為一個指定嘅用途，但係個漏洞會係乜嘢呢？就係話，首先你嗰一成嘅面積係散佈喺樓層嘅邊一度呢？如果到期時發展商將即係呢10% 嘅樓面面積東一忽西一忽，甚至乎有啲有一啲咧就擺咗喺即係最頂嗰層，一啲就擺喺最底嗰層，咁你點樣呢？你有冇一個完善啲嘅講法，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呢？嗱，對於全等嘅改裝係咁樣。嗱，對於佢將全等去改裝，將佢成為一個臨時住屋咧，呢一個咧又係太簡單啦。因為你唔係淨係住人嘅，當你一等工業大廈成等改裝咗之後，係淨係愛嚟住人嘅話咧，呢一個會衍生好多其他問題嘅。嗱，呢一啲所謂嘅過渡性房屋，一定係空間比較狹窄啦，條件比較冇咁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有一啲嘅日常生活必需品或者必須要有嘅商店咧，係要出現嘅。例如最簡單嘅洗衫鋪啊，因為好多住呢啲劏房啊，或者住一啲舊區嘅地方咧，其實係好多頭先所講嘅洗衫鋪嘅，就係因為即係自助式啦，特別係自助式嘅洗衣鋪。點解呢？就因為佢個單位裏面點擺部洗衣機啫。咁如果你就咁將個工廠大廈轉咗去嘅話，變咗我係住人嘅話，咁你有冇提供呢啲地方俾人係可以即係做呢啲生意，提供呢一種服務呢？第二飲食啦，因為可能你住呢啲過渡性房屋裏面，可能煮食嘅環境都可能好擠迫，甚至乎冇嘅。咁喺咁情況之下，你係咪都要諗喺個區或者緊大廈嗰度都要提供一啲嘅外賣膳食，或者係直頭喺嗰度堂食嘅嘢呢？呢一啲完全係冇觸及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對於一啲所謂嘅隔火層，即係地下三層以上可以容許你做一個隔火層之後咧，樓下嗰啲可以改變用途啦。嗱，對於呢一樣嘢咧，亦都係有問題嘅，因為雖然可以改咗呢一個所謂嘅隔火層呢一樣嘢咧，可以容許可以裝一啲嘅數據機組擺喺裏邊，咁但係咧始終都係成層啊，我嚟做咗一啲可能未必咁收得到租金嘅地方，而下邊嗰三層咧，其實我認為唔應該俾佢咁簡單地就轉咗去一個商業用途，即係話可以係一間食肆，亦都可以係一個嘅零售店嘅。而應該喺嗰度咧，都係同翻同一道理，即係好似全等咁樣，攞去一部分嘅樓面面積。如果係三層嘅話，我建議一層，即係三層裏面你要俾一層出嚟啊，俾政府作為一個指定用途。因為咧，你成個活化工廈政策一出咗之後咧，你必然會出現嘅就係個租金上升，租金上升就逼走咗一啲嘅文化創意藝術等等，其實最俾唔起租嘅人。所以你要諗翻一啲空間點樣容許佢哋喺翻裏邊，咁你全等改佢就預留10% 啦。咁但係對於呢一啲咧，亦都係有需要，因為咧佢會係可能係一啲嘅live house， 咁其實可能係人流係多嘅。咁人流多咧，其實你亦都唔可能係一個單位嘅喺一個好高嘅地方，佢都攞唔到相關嘅牌照。咁如果就咁嘅話，你好應該係喺嗰個所謂嘅三層嗰個高度裏面咧，揾其中一層係可以放出嚟，我嚟俾嗰種嘅用途，或者係其他指定嘅用途。咁換取可以係啲乜嘢呢？可以係喺嗰個嘅補地價嗰度，係作出一啲嘅寬免啊，甚至乎豁免。咁呢個好視乎究竟佢攞幾多面積啦。咁所以總體而言咧，呢一個嘅活化工廈咧，
我最擔心的就是又是活化了樓價、啊、就趕走了一些的小商鋪，甚至乎趕走很多在裏面其實已經有的一些的文化藝術的工作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要非常非常要小心去處理呢一個嘅活化工廈政策。OK， 好。其實呢個補地價個金額係高的，因為如果你講地下嗰層，你本來是工業用途，轉向一個商業用途，同埋你所收入咧係都係好高的。咁所以就係話，究竟點樣計條數？譬如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話，三層裏面攞一層，其實呢一個都係即係我之前提出嚟嘅所謂嘅三分工廈嘅其中一個建議嚟嘅，就係你攞一層出嚟，我嚟做頭先所講嘅文娛藝術或者指定用途，其實唔係代表佢冇得收租金喎，佢都係有得收租金嘅。只不過佢可能收嗰個錢可能冇佢純商業用途咁高咁解啫嘛。咁你而家睇緊嘅就係話，如果你喺嗰個補地價嘅寬免，咁如果你話寬免或者係有一啲嘅優惠，咁去到幾多嘅啫，都係計數嘅啫嘛。成件事究竟對於發展商夠唔夠吸引力呢，就視乎究竟政府願意係有啲乜嘢嘅優惠或者係豁免喺個補地價嗰上面啊嘛。所以呢個係計數啫嘛，我完全睇唔到點解係一定佢哋唔做咯呢件事。作文娛藝術嘅或者作文娛藝術呢啲資源嘅話咧，會唔會擔心咧？即係嗰個租金嘅租價咧，都可能會高咧。譬如話本身係想要租客喺邊間間發展嘅問題咧，根本就冇辦法負擔。好問題啊！因為其實點解唔會咁樣呢？頭先我建議，因為如果你指定咗限咗用途嘅話咧，其實你大家都係嗰個水平啫嘛，係咪？大家都係嗰個水平，就係話，譬如你講咗呢一個一定係要做一個嘅藝術廊，只可以用嚟賣畫嘅。假設咁講，咁你全部都係只可以係賣畫嘅人俾得起嗰個價錢嚟到進駐嘅啫嘛。咁所以佢嘅租金，如果頭先所講，我個建議即係三層攞一層出嚟。做呢啲嘅指定用途嘅話，的而且確佢嘅租金係一定會收低咗嘅，但係未必會好似頭先咁講啦。哦，係咪一定係大財團進駐啊，或者各樣？呢一個就係政府可以點樣嚟規劃啦。佢可以要求你嗰層係要租俾至少兩個團體或者三個團體都可以噶嘛。即係呢一個就係究竟政府點樣同發展商去傾一個嘅政策。當佢話如果你係地下嗰三層，攞層出嚟係俾政府指定用途嘅話，佢亦都可以攞啲嘅規限。頭先講過啦，無論係我控制你究竟可以有幾多個租户，呢個第一。第二，甚至乎可以係一個租金嘅一個嘅批准都得嘅喎，即係可以話喂，你要符合乜嘢嘅水平，你每一年或者你嘅租金可能政府要幫你釐定，或者係你要同政府申請都得噶。即係呢一啲係全部係好多個方法係可以處理得到。而家即係你再抌過一個呢一個活化工廈政策出嚟，其實都係想討論啦。第一、第二就係話睇下有冇一啲嘅新嘅思維嘅方法係可以做得到，點樣保存一啲文藝啊、音樂啊等等嘅作活者繼續喺工廠大廈度生存啦。OK， 唔該。我覺得係要試一試，如果你話都得㗎。